报委员会出席委员组法定人数。好，现在宣布开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交通委员会第二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6月20日星期一上午9时至下午1时58分，地点本院红龙201会议室。出席委员郑宝清等15人，列席委员钟孔照等37人，列席官员交通部部长贺成旦等，主席曾召集委员学生。报告事项宣读三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就交通部的实质掌控事业单位、台湾铁路管理局等11个事业单位经营现况及未来展望列席报告并被质询。本日会议由交通部部长贺成旦及航政司司长陈金生报告后，既有委员郑宝清等20人提出质询，均经部长贺成旦及相关人员分别予答复。委员林德夫等5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相关书面资料或未及答复部分，请交通部及相关单位简述以书面答复。通过临时提案5项，散会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议事录确定。现在介绍我们在场委员陈树月委员，还有谁？赵正宇。赵正宇委员。好，列席人员介绍哈，交通部我们常务次长范子谷，路政司王副司长，法规会李执行秘书。道路交通安全督导委员会的徐组长，公路总局赵局长，台湾铁路局陆副局长，国道高速公路局的卓组长，运输研究所叶副组长，高速铁路公路局张副组长，法务部法制司的王科长，卫生福利部保护服务司林副司长，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连继正，内政部警政署交通组刘科长，消防署江副署长，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苏专门委员，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决处李处长，桃园市政府交通局黄科长，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侯科长，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李科长。好，现在我们另外一位立法委员郑宝清委员啊，谢谢，请坐。请议事人员宣读本日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的案由。讨论事项第一案，继续审查委员陈超明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之2及第63条条文修正草案。二、继续审查委员陈英杰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之1条文修正草案。三、继续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四、继续审查委员陈树月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7条及第93条条文修正草案。五、继续审查委员肖美琴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六、继续审查委员李红军等26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七、继续审查委员柯志恩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5条及第56条条文修正草案。八、继续审查委员蒋乃兴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增订第56条之1条文草案。九、继续审查委员许淑华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9条条文修正草案。十、继续审查委员陈欧珀等18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8条条文修正草案。以上10案业已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宣读完毕。好，上次会议委员所提的修正动议，交通部已经提出书面处理意见，列入公报记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十案的逐条审查，并进行协商。同时，请议事人员宣读条文、修正动议及临时提案。第一案，委员陈超明等19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之二及第29条之二条文，汽车装载货运超重核定之总重量、总连接总重量者，
处汽车所有人罚款记并记汽车违规记录一次，并应归责于汽车驾驶人时，除依第三项规定处汽车驾驶人罚款及依第六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记点外，并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一次。汽车装载货物超过所行驶桥梁规定之载重限制者，处汽车驾驶人罚款及应归责于汽车所有人时，除依第三项规定处汽车所有人罚款及记该汽车违规记录一次外，汽车驾驶人仍应依第六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记违规点数两点。有前项第两项规定之情形者，应责令改正或当场禁止通行，并处新台币一万元罚款。超载十公吨以下者，以总超载部分。各位同学，我们交通部有整理一个建议案哈，这一本，交通部整理了一个建议案，这一本，那个赵员去问了哈，交通部整理了。好，我们现在处理第一页哈，陈超明等提案第二十九条之二。交通部有没有意见？我们的修正意见在这个对照表的地方，我要不要？各委员对修正意见有没有意见？交通部修正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哈。第三页陈超明等提案第六十三条。第三页，好，交通部有没有意见？这条只是这项次的名称叫第四项，那完全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这没有其他修正。哦，第四项哈，好，那这个改一下好不好？我们已经改好了，改好了哈。好，那叫照交通部版，好吧？照案通过。第五页，陈怡杰等提案。第五页部分跟各委员报告，这边我们交通部建议是所谓的暂缓处理，是因为这条条文里面必须要对照到我们六十七条里面的对称修正。那六十七条因为在这次里面并没有修正，那已经送到程序委员会有对六十七条在进行讨论了。那我们建议这样的内容呢，并没有改变委员的提案的动议，只是说配合在六十七条的时候我们一次处理。不是第五页进入程序委员会了，对，所以我们可以决议，没听了，这条可以决议跟那个六七条并案讨论就好了，等六十七条交易，六七条到了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起讨论，对对，对对对，是因为现在改的话会因为有些东西会有冲突，原来我们希望它维持三年，如果我用这个条文它变成只有一年，所以跟原来的动议就改变了。那这个少元，这个另外第七，哦，看错了哈，好，那这条就是变案了，这条变案就好了。哪一个？第五页啊，因为三十一就专案通过了，对，就是暂缓，那就另外定期继续审查嘛，对对对，好不好？继续审查哈，好，是好。第七页，第七页三十七条那个行政院提案哈，还有陈淑月等提案三十七条。这边我跟委员做报告，因为上次有临时提案，因为这里面原条文里面有保留叫做儿童及性少年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的内容。那有委员提到，就是说这个内容就是新改过的一个名称，为什么还要留存哈？因为这个就是在于说，这些法条例上面的前提是承犯就要受这条的管理，所以这条法令虽然已经改掉了，但是他之前犯过同样的，所以还必须要有对照的留存，所以才保留那个文字在。好，所以大概跟委员报告，大概为什么要保留原条文的文字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陈淑月委员是。那就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好不好？好，翻开第十一页，陈淑月委员等提案第九十三条哈。第十一页我这边也跟委员报告，那原则上因为有些法条通过之后，我们还有行政命令必须要去修，所以在这地方的日出条款，我们建议还维持原来的文字。好，那这样子我们在那个执法出现的时候就会生效。那如果现在只是母法生效，我们叫立即执行，我怕那个时间上会有一个落差。所以我建议说维持我们原来的条文，不要去动它，这正式有法令全部上到位之后就会正式的施行。
好，维持现行的条文哈，现行法条文。第十二页，萧美琴委员等提案，好，翻个第四十五条，是第十二页。这个部分哈，其实跟前面六十七条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几个条文都有对应到它处罚的部分。那处罚的部分，像这一条叫做吊销驾驶执照的这个部分，那在原来那边我们在六十七条吊销驾驶执照的话，它只有一年的，就是缓考它的驾照的规定。那如果正常，我们希望它三年的话，我们现在刚好这个名称上，因为在我们原来六十七条法条会变成会改变掉了。那我们如果是限制它，不好意思啊，那如果我们现在是希望能够完整的对照，像这个造成救护车跟随等等造成这样重大伤害，我们认为它还维持原来的三年的一个限制考照的资格那个。对应的处罚的话，那我们要在六十七条那边做配套一并的修正，否则的话可能会改变掉原来的处罚的原则。下面请委员可以吗？那我们就另外定期继续审查哈，好不好？好，好，翻开第十四页，李鸿钧等委员等提案哈。是李委五十四条的部分，请说明。好，第十四页五十四条的部分，我们原则上是参照李委员的提案，好，但是这里面委员这个地方希望做到当场一致保管这件事情，在实务上是比较难的，因为他们可能闯过的时候，有可能他就是走掉了，那这个是事后我们可以抓到这个车子，因为当时有录影或是照相，但是我们要限制要求当场要能够把它扣留的话，在实务上是有困难，所以对于罚锾的提高等等，我们都是参照委员的意见，但这边恳请各位委员考量这个所谓当场一致保管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依照实际的状况，如果当场是被警政人员看到了，当然可以做，但是如果是我刚才讲的是所谓的事后他冲撞过去之后的留存记录，这个大概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当场保管的动作，所以建议这条条文是不是参照我们行政部门的这个修正，把罚锾提高还有提扣照驾驶执照一年这条文我们同样的在这边保留，但是把一致保管这件事暂时拿掉。好，各位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交通部修正的版本通过，好不好？第十六页，请翻开第十六页，柯志恩委员等提案。第五十五条的部分，请。第十六页的部分跟是第十七、十八页这两个条文都有类似的关，我跟委员一并的报告。因为第十六页是针对临时停车它所造成的一些危险行为要做对应的管理。第十八页叫做停车所发生的事情要对照的一个危险行为的管理，那因为这两个都是要对这个行为做处罚的管理，我们建议新增一条叫是五十六条之一，那就是在我们的第二十一页这个地方，也就是原来大家分散在前面两条的后文去加的，我们就新增一条，把这个所谓不管是临时停车或是停车所造成的疏忽的这样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同样并在五十六条之一去陈列。那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目前来讲，把这两条委员所建议的处罚的这个罚则的部分，我们大概把它对应放在这个第二十一页行政院版的部分。请各位委员帮忙。委员如果没意见，那就五十五条、五十六条维持现行条文，并在五十六条之一。然后修正通过。对，这边我再补充一点哈，不抱歉，因为这是有临时提案，上次是有张廖万坚委员跟叶委员共同联名，但是我们议事人员说，这条法律的这个条文的话，要以我们本委会的委员名称来做领衔去做登载，唯一的这点很跟张廖万坚委员有点抱歉，他的名称我们是用叶委员的名称挂在这边修正意见。好，这说明可以了，五十五条五十六就并五十六之一哈。翻开第十四页，只有一点实务上的小问题哈，请交通部这边注意一下，就是这个计程车司机的乘客，如果因为他开关车门肇事哈，有时候那个乘客就逃，也不是逃跑，就下车就走了，抓不到那。照以往常常因为这样就要处罚司机啦，哈，那这个是不是你们要去想一想办法？就是说，他如果可以证明，因为他当然不是，如果比如说从他的右后方的车门出事的，或者左侧门出事的时候，
那怎么处理这个部分？实务上要去更具体一点哈。我们这个意思就是处罚乘客的意思也是在这样子，好不好？好，那谢谢委员的提议了。那事实上，我想我们现在马上想就是说，现在计程车里面有行车记录器，有语音的记录。如果他真的有做那个动作，有提醒下车请注意后方来车这样的动作有被录下来，是可以举证证明他当时已经尽了他的行为。那这样子，我想在法律上来讲，他有做举证，而且确实有证可考的话，我想这部分应该符合我们的条文里面所讲的这个东西。当然，是不是还有着其他我现在想不到的，可能有疏忽，我们后面再来讨论。我的意思，那个还是小事啊，那只是责任哦，到时候赔偿才是大事啊，对不对？赔偿那个纠纷很多啊，那个。那有人文字上要不要？不是啦，这个文字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通常他们。会向司机求偿了，因为最简单的，他有车号或者怎样，但是乘客可能就找不到人了哈，是不是要你们要去研究一下，像这种状况的时候，怎么？因为如果司机要扣留那个乘客的证件什么，他也是不理他。这个发生事情的时候，司机也不会让那个乘客这么容易走掉了。因为他要负责任，他怎么会让他走掉？司机跟我的反应刚好相反哦，他们很难哦，嗯。这个你们交通部权益处理好不好？好，叶委员好不好？叶大伟，交通部权益处理好。翻开第24页哈，许淑华等提案第69条，请说明。好，第69条这部分大概就是针对很多地方政府在发展观光的时候，都会因为在地的观光需要，所以提出要增列三轮车这样的车型哈。那所以在这次修正里面，在行政院版的部分，我们就把三轮车这个定义把它更为明确化。那这也参照委员的建议的要求，就是把包含人力为主，电力为辅，最大行驶速率在25公里以下，且行驶于指定路段之三轮慢车，正式把它列为一个可管制的管理的一个项目。但是我要跟各委员报告，因为这样的车子它并非我们国内的一般生产制造的标准规格车辆，那很多地方政府在执行的时候都会依照他们的当地的特性，对这些规格有另外的律定跟规范，所以配套这个后续的管理在这个地方这25页，那目前我们有列的就是说前向慢车登记发给证照，指定行驶路段及其他管理事项的办法是由直辖市跟县市政府定之。那我想今天委员也有提出一个修正动议，我提的哈，这个三轮以上慢车简单讲其实就是三轮车啦，或者有时候是四轮，另外有个小轮什么，这个都是观光地区才有的，可是你没有这个经刑事审验合格的话，地方政府没有办法审验。这边我可能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举个例子，西螺果菜市场曾经在我们的经济部的辅导之下，全部改为电动的三轮车才能进入到果菜市场批发市场这个环境的例子。那因为这个车是不准行驶在其他，在果菜市场进出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行驶在道路的，所以为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就特别请当时的三轮车的设计单位工研院来制定一个统一的要求。那最后的这些车子可以进入到这边核准进入果菜市场，就由工研院确定认证之后他才可以进得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建议是不是比照这样的精神，如果地方政府觉得这个车，因为他发证是他们发的，他如果认为这个证里面要配套什么规格是可以定的，但这个定的指定单位就不会落入到单纯叫刑事审验，因为刑事审验目前来讲其实是我们一般的车辆它要投入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我很担心说三轮车这些厂商他们要走入到我们一般汽车的刑事审验可能是负荷不起的。那你要怎么修改文字？我没有意见。所以我这地方最主要是地方政府反映你没有一个东西给他，法院给他，他没有办法审验。所以我在这边是不是做这样的一个建议，除了行政院版的这部分第25页这地方，我原来的条文建议这样修正，就是前向慢车登记顿号发给证照顿号规格顿号指定行驶路段及其他管理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定之，也就是把规格这部分放在这个法律文字里面，它可以由它来决定是不是要另外特殊的要求。那叶大伟，
规格地方怎么定？他可能的话，如果他认为他比较像是一般的车辆，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最后长什么样。不是啦，现在地方，我告诉你，地方就是他不知道他规格怎么定，所以才希望中央差不多有一个标准在。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你们什么果菜市场，你们比较知道那个需求什么的啊。啊，地方政府只是要他要管理，但是真正的交通工具或者是这些工具啦哈什么的规格，还是你们比较了解、啊。我跟委员报告安全性什么的规格。因为如果说他们这个授权地方的时候，当他们决定要定出当地一致性的某种形态的时候，他其实如果认为他有现行像车辆类似的规格，他是可以来问我们的车安中心，或是我们的比如说 ARTC 这样的单位。还要问你们，你就给他定一定啦。因为我怕我们定出来的东西是只适用他的，别人有如果一致要求的话，别的地方他又不能够适用，那这样的话怕造成他的冲突。对，大家可能讲到电动自行车，这个也是授权我们的这个自行车委员会他们去做。这个没有要，这个不一样，是在那个公共范围内的。好啦，那个地方政府有人可以了哈，意见再跟你们反映啊，我不知道。最后一项哈，这个指定路段的部分，可能就是有一些地区啊，这些车辆可能不适合在夜间，或是不适合在某一段时间行驶。我们是建议说，指定路段时间加一个时间上去啊，及其他管理事项之办法。好啦，要怎么加都可以啦，但是我告诉你，重点在你们的执行啦。是。现在还是满街跑的那种什么辅具的那种。啊，许淑华等提案第69条的部分。那个才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呐！你们什么时候才修正通过哈？第69条修正通过。请翻开26页，陈欧博委员等提案78条。是，那么请我想委员亲自莅临在会场哈，所以这个大概是针对行人穿越马路的时候使用手机，大家看到了这个现象。那我想陈委员特别提出，针对这样的行为，应该有所谓的管理跟处罚了哈。那我想这个动机我们都是非常了解哈。那现在但是问题，这个在执法上哈，我们常常碰到员警或是我们一般人员对于这样的违规的样态的认定其实是有困难的哈。所以在跟我们在行政部门讨论的时候，这边当然目前来讲还是维持建议现行的条文的这个内容，我想还是以这点来让各位委员来进行指教。欧博委员可以吗？那你们都白讲了嘛，对不对？你们还是以为说是执法的问题，执法有什么问题？我真的想不到你们什么执法有问题，什么认定的问题？他在手机拍起来就是他在滑手机拍起来都在走过马路嘛，就拍照为证有什么问题呢？包委员，委员的精神就是说，我们尊重了哈，因为人他不是车，人没有写上名字，所以在人身份的查证上哈，在基本上就有点困难，一定要把它拦下来。那另外如果文字啊会变成这个文字里面会有三个要件才会构成处罚的要件，一个是未注意义务，那义务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低头凝视，那低头一定是要低头，我如果抬头看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再来自妨碍公众及车辆通行者，如果当时没有车辆通过的话，并没有办法去证明他妨碍公众车辆通行。所以说虽然你这等于就是说你要去看那个录影下来的画面，然后一一的一个一个去看，那看到了又不见得就是说能够抓到这一个人，那怎么修改比较好一点？的确，怎么修改比较好一点？会有困难。怎么修改的？好不好？请大家支持一下，因为我从这个提出来以后到现在，我每次碰到人家主动跟我提到这个，大家都赞成的。我也虽然赞成，但是现在又另外一个，而且全世界现在都是一个是这样一个趋势啊。因为在国内有后续在处理哈，处罚不到的这个问题了，因为他处罚300块，那处罚300块的时候啊，要移送行政执行哈，他是不符合行政执行的成本。那罚款不缴的时候，一件行政执行的案件的话，大致上成本就要1000块。那你是意思罚太低了，我们可以罚高一点？这个低一点。多少才符合成本？1200可以吗？这个方案我是没有意见，我是跟有人报告，就是说要移送行政执行的那个成本，你要讲个道理让大家信服。要1000块以上啊，才符合行政。所以现在蛮多那个。今天我们通过之后，先
滑手机，你在走路的时候在滑电脑滑手机，我要跟你罚钱，先示性。但我想这个，因为现在发生车祸这个比例很高嘛，如果用这个先示性，一定要滑了哦。就打跟先示讲说，来，你如果走路的时候滑电脑滑手机，你就会造成问题，会被罚钱。那总是大家就会警觉一点。这个我想啊，就是等于就是先示性告诉他，你不要再滑手机，不要再滑电脑，走路的时候。那我想就是修。这很多啊，他们抓不胜抓。我跟伟，你现在红绿灯哪一个在抓？红绿灯、闯红灯有几个在抓？这不是废话吗？宣誓啊，不，因为宣誓性的。新人闯红灯是不是要闯红灯？是不是要罚钱？有在抓吗？你告诉你哈，如果是宣誓性的东西，我们一般来讲有几个进阶的做法哈。从一个就是放在我们的道安规则，道安规则里面会有一个命，有个宣誓性，说你行走这东西是不对的，好，但是那个没有涉及到处罚。因为处罚里面我怕也会出现，除了我们警政有处罚之外，也会有民众冲突的时候，他要求说他为什么没有被抓，为什么你们不去执行，因为有罚则的时候变成行政单位就有这个必须要做到。那个我刚刚讲过，你行人闯红绿灯是不是要罚钱？有人在抓吗？有人在罚吗？是有啦，只是案件少了，因为很少嘛。现在行人违规一年大概一万多。这个同样的道理嘛，这个是宣示性的意义比那个罚钱的意义还重嘛。我们今天就是要让全民知道说，啊，滑手机过马路是欧博委员说危险的。红绿灯你们也没在抓，哦，抓的很少了。红绿灯又那滑手机，你抓了一个的话，旁边还有一百个也在都在滑。大家都滑，他说旁边大家这个被抓都认为说啊，我跟谁一样那样的，我公会谁为什么没有被抓？不会这样子的啦，没有人这样子的啦。不过你这法定的很严，执法又从宽，这个执法没有说从宽呐，没有人抓怎么抓？我没办法执法。这个在责任上是有归属，如果发生行人被撞了怎么样，他是有那个时候那个这个责任上的归属就有。这个就跟在车内抽烟的道理一样了。车内抽烟警察也很少抓。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其实这种行为我们心中都有同感，但是我们再想想看，在实务状况下会有很多种样态。比如说他不是一直持续的看，但是突然之间电话响，他本人就拿起手机来一打开，马上触发。这个不一定是在过马路等候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接电话没有，这滑手机嘛，这个滑的动作很难定义，不是有没有去碰触。我看那个有人，我跟你讲了，我刚这样讲了，那个很明显违法的时候，你就没法执行。这个一样道理嘛，这个先示作用比那个。你每次提的每次没过的。各委员呢？各委员有什么看法？请大家支持啊！因为这个哈，这个是全民大家共筑的。文字上宣导好不好？啊？文字上怎么宣导？你这罚钱也不对啊！那罚。就劝导行不行喽？劝导是这样，不罚钱，劝导呢？你抓劝导警察 BB 可以制止啊，你是 BB 可以。就宣导制止。对，你说有哨子，你干什么？那边冲下，你上面艺术了哈？劝导行不行？当然。对，道安规则里面的话。道安汇报呢？道安劝导行不行？那可以在道安规则有所谓的这个法条，连劝导都不劝了。造成他伤害的话，他有就有其他的责任连带的。这边我们现在比如道安规则里面这边列举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处罚条例。我跟你讲，这里有什么效果？你知道，他在滑手机被车子撞到了，肇事人责任就轻了，没那么重了。好，那我们同事是建议了，如果是宣示性的部分的话，他们建议是放在我们的处罚条例的第四条。第四条里面呢，就会有类似的哈，比如说驾驶人因驾驶车辆大众间有违反什么等等。奇怪，好，那在这种情况下，应依法负其刑事责任。好，那这项执行的警政的那个执行的机关人员。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是在这放在这一条的话，我们的警察至少有所谓的可以执法的这个规范，但是这边没有写到说。欧委员好不好？他在交通处罚条例里面第四条。这条怎么改？这条怎么改？穿越马路时未经你们讲清楚了。要不要重新提案？
不用从这里直接改嘛，这里直接改就可以了。再提今天有没有讨论？下个会期的。今天有讨论第四条吗？对，怎么改啊？我提案的部分。今天没有讨论第四条，哎。你直接讲，七十八条怎么讲？七十八条怎么修嘛？第四条今天没有没有要讨论第四条啊。我们如果定在道路规则的话，那行人有注意在通过马路有注意这个避免滑手机这样的一个规定。那行人如果违反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照现行到处罚条例第四条，有关行人违反规定，那发生肇事的话，他是可以负责任来予以处理。就是要有肇事的这个关系。对，就是有肇事的联动。肇事者的责任就轻了嘛。那是如果说纯粹是行为的发生。对。不会啊，就是有肇事，没有关系，对，明确滑手机万一加重，没肇事就没事嘛，你这肇事，比如说人家转弯车是正常的，就他去害了他跌倒，那这个事情他一定有责任。立法院也通过那个立法院五十条之一哦，讲说吐槟榔渣哦要接受乐戒了，其实那个比例非常低啊，但是哦，因为这个条案定了之后哦，我跟你讲，我看到那统计啊。降了多少？从10.93%降到8.8%，降了2%多，就吃槟榔的降了2%多。所以我想这个，那你要讲，恁捌敢罚到讲这吐槟榔渣敢罚钱啊？啊，掠去乐界有无？嘛无啊，也没有啊。啊，但是有效啊。废槟榔还掠去乐界，他认为乐界4小时对他是麻烦的，所以也没有在执行。但是这个反而就让那个吐槟榔下降。可以上到第四条去吗？第四条本来就有这样子，就是说他如果行人没有依照规矩，他造成肇事，他就要受处罚。第四条是有他是讲滑手机耶，因为他里面的行为是概括的，行人如果不照正常的规矩，哦不耶，好不好？他第四条已经有了嘛？把我的第五项哈，不要把它挂在那个处300块钱底下了，就是把它放在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列在那个罚300块的七十八条之一啊，不列在。那一二三四里面，这个五把它改成78条之一啊，哎，是不是、啊？对，然后把它先撕掉，把它写上去，这样就好了、啊，好不好？现在达到目标、啊，不是第三项可以吗？这样，有这个条文，对啦，他的556条之一，这可以并，他没有78条之一啊，那你要重新提案了、啊，欧博耶。今天这个先维持现行法条了，好不好？你再提案一次吧。哎、欸，讨论一下怎么弄，好不好？我知道委员，这是用心良苦。我们没有找你。哦不，好不好？就下降嘛，对不对？你们先讨论，我这个先改一下，我看能够改的话。我们先讨论，已经讨论结束了。啊，结束了。最后一条啊。最后一条、啊。哎、欸，大家想一想，好不好？哦、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次不要再等待了，已经你下一次提案第二次了，再提第三次，好奇怪。这个哈、哦，那个。我们把那个第四项、第五项这个部分怎么样容纳在修改里面的法条里面，好不好？就不处分，不是要处罚300块，把处罚办。对了对了，现在他就要塞到哪一条？78之1条。没有，我就把第五拉出来嘛，就不要他放第五啊。今天来讲，就是因为如果拉出另外一个条文的话，对你要提案。今天就进不了我们的。你要提案，放第二项可以吗？放第二项可以吗？放第二项嘛，第二项就是把那个一二三四，然后使用就是不管。塞得进去吗？放第一项，那放第二项就不一样。放了第二项啊。放第二项就好。可是它的抬头就是行人在道路上有下一些事吧？没有，我就放在第二项，完全第二项嘛。穿越马路时怎么样？就请或者哈，请那个跑光了，把它放到第二项，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第五项抽出来放在第二项，放在第二项，那你们怎么处理？然后就你们当中有交通有那个交通安全什么？全部全民放在78条第二项，你们文字修正啊？要不然我先保留，先保留好吧？先保留好了，好了，先保留好吧？好了，本条暂时保留，择期再审哈。啊，那请交通部另外提建议文字，好不好？嗯，择期再审第十案哈。好，好，现在审查临时提案。临时提案有几件？一件了。各位委员，那个临时提案，请交通部说明。
针对这个陈雪生委员等这个临时提案这个部分哦，我是不是建议后做一个文字修正了啊？就在说明二的这个第一行，现阶段交通政策如加一个第一行加个北干加一个南南北干，南北干加一个南北干，对，好，这是第一个，加进去了，加进去了，对，然后到倒数第三行中间，立即着手研议并做滚动式的检讨，然后每年编预算也删掉哈。然后，并且每年定期向本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执行成效。大概修正这几个地方，一个是南北干的南加一个，然后倒数第三行立即着手研议，加执行改研议两个字，然后最后倒数第一行，这个还什么研议啊？这个因为这个还牵涉到一些预算呢、啊。就执行嘛，还演绎，你预算已经有了、啊，也都在编了、啊，事实上也在演绎，你都在执行呢、啊，哎、欸，这个不要改演绎就执行了、啊，你还演绎哦，民航局没来，这我没来没有关系啊，没有，不，这执行了、啊，民航局也在执行呢、啊，民航局都有编预算在执行呢、欸，你还演绎什么？还是演绎执行，着手演绎执行，已经在执行了、啊，已经在执行了、啊，好不好？只是提醒部长要注意，好不 好？这执行不要改了哈，好了，执行了，好不好？好了，执行，这没什么啊。谁提出书面报告了？提出什么？书面报告向本委员会。对，提。好，通通不要改了。好，就加个南北干，好不好？好，各位没意见，我们当然通过，好不好？好了，好，那其他没事。好，今日协商结论啊，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果有委员对提案补欠的话，列入记录。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的决议：一、讨论事项第三案及第四案、第七案及第八案并案审查完竣；第一案、第六案、第九案审查完竣。分别领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二、院会讨论的时候均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本会召集委员陈雪生补充说明。三、讨论事项的第二案、第五案及第十案，另定期继续审查。散会。